上的8点多，我们现在在山里的火车站。我们刚刚从台北车站搭捷运转乘自强号到竹南火车站，再从竹南火车站转乘连接车来到了山里火车站。我们等一下要在山里火车站这一边招计程车，然后到那个圣经车站，然后去体验山里的铁道自行车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骑脚踏车吧。车站的旧铁道自行车的售票处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去取票，然后等待车子来。9点20分之后呢，就可以骑脚踏车哦。然后在出发之前呢，会有全部的人会去看电视的安全解说。这是四人的等候区，这是两人的等候区，这是1357基础的等候区，然后这个是团体的等候区。那我们现在。两人等候区等待吧。非常欢迎各位嘉宾来搭乘我们的旧山线铁道自行车。刚才各位嘉宾看了这个安全解说影片，有对操作上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哈。刚才电视所播放的，就是我们要经过的地方。都要拿在手上，票根都要拿在手上。好，我们上车会验票，千万票不要收起来。在这边再跟各位简单的说明一下，等一下你们搭的就是这一部我们的铁道自行车，每一台车都有一个编号，你坐哪一台编号去就是坐哪一台编号回来。等一下安排上车的时候，先把你们的包包放在置物柜里面，只有后座的座位底下有两个置物柜，前座没有置物柜。放好包包之后，你们上车的时候记得每个人系上安全带，安全带一定要先系上，系上安全带之后，驾驶朋友可以打开龙头底下有一把钥匙就可以转开了。龙头底下就有一把钥匙可以转开了。然后我们会再安排你们出发，等一下我会先从四位区这边开始安排。贴心的是让这条行车平安的观世音菩萨，然后这个是一定要有那个安全带，然后这个是手刹车，然后我们后面这里副驾的后面有那个置物区，然后后面这里也有置物区。Thank you.
藏在丛林里的断桥哦。然后我们的这一次随车的导览员老杜呢，正在这边讲解这附近景点的故事跟历史。当时有10个人、16个人来开发这边周边的这个种植樟脑的生意，还有一个就是有16个人合伙他的生樟脑生意，因为樟脑的没有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